小女孩联动时装实战。这边来实战一把小女孩的联动时装，午夜七日小雨。哎，这个出生点有点眼熟哎，她好像在这里。哦，我就说嘛，这个地方不是之前那个守月那一把吗？我的保镖在哪里？快来救我！在我屁股后面。哎，啊！摆烂，启动。这款时装它那个布偶的话，有个细节没看到，它那头发是短发的。什么时候剪的短发呢？有没有知道小可爱呢？送你个煤气罐。好。啊，他都没投镜子，你为什么要交互啊？你这阴兵，我操，放狗！啊，他就取消啊啊！我不能点赞吗？哈哈哈！你个败家子！你真败家呀！交完三个，不玩就走了是吧？能躲得过镜子吗？我的保镖快来。这时装的脸毛还不错哎。啊，我没煤气罐了，你要用肉体扛吗？震慑我这都没震慑啊，真的假的？哇，这配合好丝滑啊，我去。你再等等，你再等等，我的煤气罐就快好了，还有十秒。好，你没了。我们的百目鬼竟伸出了个小马孩。嘿，红夫人带狗，谁教你玩的？哪个人教你红夫人带狗子的呀？我的天！这款时装建模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另外它那个头发没看到，挺丝滑的，没有那么僵硬，还挺不错哎。不过个人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气球，它是可以悬浮的。哦，来了，摆烂启动。你放心溜，煤气罐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。谁叫你这么博弈的？哎，双双殒命 ，OK。啊？啊？干嘛？他要扶我吗？是我想太多了。给他点个。啊哈。好，这样玩是吧？行。好，这样玩是吧？啊，26号红夫人，什么？我很好奇他的视角，好吧。
等我去看一下他的视角。好好好，这样玩是吧？行。哟呼，啊，你可是个逃兵啊，没大心脏的。扭曲阴暗的爬行，又放狗子。你没狗了，等会怎么开门站？我很好奇。哦，好好好，这样玩是吧？电梯快压好了。右边被通缉了。偷机子，偷机子，偷机子。你是搅活了还是故意的？再见了，调香师。哦，好可爱。哎，这个佣兵呢？来了。能走吗？应该可以吧。